亲爱的 mini 小伙伴，今天我们来玩新版的神庙大逃亡，还是熟悉的星星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五彩五彩五彩！妈呀，我身后怎么出现了巨大的野人呐、啊？快跑，野人要追过来了！把星星全部吃完，感觉巨人跑起来特别快，吃个烤全鸡，我看你怎么追！碎石堆，休想骗我上当！以我的速度啊，即使踩上去也不会摔倒的。等等，野人，野叔叔怎么不跟我啦？跑回去勾引试试，来啊来啊，你个臭野人，再不过来我就要过去打你咯。那我的香喷喷烤鸡，哎，怎么还不过来啊？难道是卡住了吗？那我就打到你过来，快上柱子了，快跑！魔爷一棒子，游戏就结束了。神庙大逃亡只有一条生命，重来重来，大野人放你们出来了，快带你们过来呀、啊、这次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星星全部吃光光。这下子所有星星都吃光了，看来臭野人是卡住了。不管你了，通关要紧，不能切换视角，可烦人了。还是要小心翼翼的从这里跳过去，一格一格来，着急就完蛋了。只有一条生命，这一神庙逃亡一定是要穿过去的。搞定了，走过来了。接下来还是蛮轻松的，我们可以跳到青苔柱子上，从这里直接过去看看。嗯，没问题的，没有陷阱，也没有野人，一路跑得很稳健。这里中间有水池，干嘛用的？前进去看看，咻，好好玩啊，飞得可高了。这是什么赶鸭板吗？我怎么冒出野人了？快跑啊，好疼好疼，这脚底还有地刺，你也太穷追不舍了吧。这下看你怎么过来，我跳我跳，还来啊你？不，又答应了，这太难了吧，就不能切换主视角吗？可恶，不小心还又回来了。好的，这条路竟然如此凶险，我何不从边缘走？呵呵，我是个小精灵鬼，冲啊！又是这个艰辛有序的路，小意思，地狱金沙，这一定要踩稳，并且能够跳到中间来，顺利通关出星星了。有一股飓风将我吹下来了，又要冲来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这个好像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，于是在经过一连串失败后，我放弃了。哼，骗你们的啦。这下我要跳转地方，就在硫磺金沙这里，正面就像一股六级飓风刮来，200斤都要被吹飞了。岸上着陆，可以从这里投机取巧。OK， 又要面对一连串的第一次了，连口药都没有，只能够吃烤全鸡趁提成了。疼疼疼，快跑！好险好险，先休息一下，吃点补品，可以啦，我能行的，继续出发。水流阻止不了我吃星星，最喜欢这一路上的星星了。不过这一排是怎么回事？全都是硫磺金沙，锋利倍增，想吃它们比登天还难。对不起了，我不能为了星星放弃生存。前面就是水流了，那样子是需要跳过去吗？从中间开始，又一点滑。怎么回事？停停停！我可不想再重来了。我靠着毅力进入到水里，拼命的往上游，哪怕是没有氧气了，但是我发现了惊人的秘密，在边缘处上浮也能够不需要氧气的。你们看，这氧气渐渐恢复了，最终安全上来。原来这些都是推拉机械臂。怎么说？我直接从这里走过去，不就安全到达了吗？但是怎么没有路了？天哪，到这里不会就结束了吧？真希望作者能增强，有些过不去的关卡还需要完善的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